大家好，那么在这一节课当中，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C 和弦和 AM 和弦的相互之间的一个和弦转换。那么和弦转换啊，在我们的吉他当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巧。那么我们看一下黑板上面啊，那么我们两种方式啊，两种写法我们都写出来的。那么这是指弹当中的啊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表示方法，那么就是弹唱当中用的比较多的一种表示方法啊。啊，弹唱当中基本上全是用叉啊来代替右手指法，那么指弹当中呢，我们基本上是用右手的数字啊，用数字啊来代替右手的一个弹法。好了，我们先看啊上面的这种表示方法，看这个地方按住 C 和弦也这里不是按住 C 和弦啊，这里我们先看下面的和弦啊，先看下面的那个数字啊，数字三品的第五弦，那么按住第三品的第五弦，然后弹一下，然后第三弦空弦，然后一品的第二弦。对吧？然后三弦空弦，一弦空弦，三弦空弦，然后二弦空弦，二弦一平，然后是三弦的空弦，对吧？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学过的这个 C 和弦的这种弹法是，右手我们就这样弹，对吧？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左手按住这个造型就行了。那么这个造型其实就是一个 C 和弦其实就是一个 C 和弦。好，那么我们在弹这个 C 和弦，弹完了之后，我们要转换到 AM 和弦，快速的换过去，中间没有间隙让它流畅的换到 AM 和弦。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该怎么换呢？那么我们看一下 AM 和弦怎么的？AM 和弦我们是这样的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弹什么或者是你先不看这个 AM 和弦，我们就看下面这个指法，五三这个三是二品的三弦然后。一品的第二弦，五三，一品二弦，二品三弦，一弦空弦，三二三，C 是这样的，这个小节是这样的，对吧？然后看一下，我们把无名指给它放了，因为我们这里要弹一个空弦，对吧？第五弦空弦，马上把无名指放了，然后中指按住第二品的第三弦。看到没有？那再来一次C，弹慢一点，五，对不对？然后再换 C，对不对？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食指始终是没有动的在和弦转换当中能够不动的手指，我们就尽量的不要去动它，放在这个弦上面按上去就不要动那么这个前面的两个小节和弦的转换就是这样子。我们再来一次如果说那个变调夹你可以夹在第二品，如果说你的手指张不过来的话，夹在第二品。那么一二三，从这里开始了好，按住中指，你可以不按嘛，你可以不按三二三一三二三，对吧？五三二三一三二三，然后换，看到没有？对不对？对吧？然后再换 C，再换 AM，然后再换 C 翻来覆去的换无名指无名指按住之后马上就要弹AM 换 C 的时候，无名指按住马上就要弹，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好，那么这是上面的看法了，我们看一下下面的这个看法。 C 换 AM 和弦，C 和弦我们是这样的C 和弦，对吧？我们按住这个 C 和弦，按住这个 C 和弦，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右手，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然后这个 AM 和弦同样的按住 AM 和弦六三一二这是五三一二三三一二三一二三这样练习这样练习，看到没有？好，那么我们就是下面的这个三这个四我们下面这个三这个四，我们一般来说先按住和弦，按住 C 和弦，那么这个中指就按了，这个中指就按了
好，那么这个 AM 和弦也是 AM 和弦，不是这样的吗？啊，之前我们是这样的，就是指弹当中的表示方法。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表示方法的话，那么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就是按住啊，不仅仅是要按这个中指了，我们无名指也要按啊，无名指拿来按住这里啊，看一下，这就是一个 AM 的一个和弦啊。也就是说我们按住和弦再弹下面的指法啊，这个就相当于简单的多啊。啊，那么 C 和弦我们再来一次，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然后马上换 AM 啊，你看一下 AM 怎么换，食指中指按住不动，无名指直接拿下来，五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然后再换回去啊，然后中指食指也不动，无名指又拿过来又按住，五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看到没有？好，那么归根结底啊，其实我们在和弦转换的时候呢，我们是食指和中指都不动，对吧？食指中指都不动，然后无名指这样拿下去拿过来拿下去拿过来，这样的，对不对啊？这就是 C 和弦和 AM 和弦转换啊的一个技巧啊。然后我们再来试一次啊，慢一点啊，五三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然后无名指拿下去马上弹第五弦空弦，三一二三一二，然后再拿上来 C 啊，翻来覆去的这样换啊，拿下去，对不对啊？啊，再来啊，大家不要弹成，不要弹成这样喽，按紧了之后就不要去动了啊，你不要弹一下松一下，弹一下你松一下啊，你这样是不对的啊。好，那么上面的啊是指弹当中的一个常用的表示方法啊，啊这个 AM 和弦我们可以这样按，对吧？按两个手指都可以啊。好，那么这个 C 和弦我们可以啊只按啊这两个手指，中指我们不用按，对吧？但是对于弹唱来说啊， C 和弦我们就要全部把它按完啊，这个 AM 和弦也是一样的啊，全部给它按完，懂了吗？好，那么当然就是说啊，如果说上面的 C 和弦我们这样按弹五三二三一三二三啊也可以啊，也可以的啊。好，然后这个 AM 和弦啊这样按弹五三二三一三二三也是行的啊，我只是给大家介绍这两种表示方法，大家要会去看啊，指弹当中的啊，我们有些手指你可以不按，那么你就不用去按啊啊，但是弹唱当中的呢和弦它是怎么标的，我们就必须要怎么去按，懂这个意思了吗？ OK， 那么这一课啊我就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希望大家把这两个和弦翻来覆去的啊翻来覆去的转换练熟悉了，练熟悉了 OK。